开始开播，今天抽第八位，第八位啊，第八位啊、哦，今天，哎、欸，还没，网络还没连到吗？嗯，网络，怎么，有一股咸酥鸡的味道是吧？哦，有了，来，今天抽第八位。第八位是谁？黑不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谁说要抽第八位的？要数半天的，你数出来是谁？陈中文，哎，对，陈中文嘛，哦，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以后不要抽第八位了，太多了啦。来，第八位陈中文，来，陈中文坦哉，陈中文坦哉，恭喜第八位抽到奖品。奖品一定赢一个，真的999三个九纯赢两功课，包裹来刷一整排，七夕情人节快乐，刷一整排重新公开分享，七夕情人节快乐，打路瑞来刷一整排，七夕情人节快乐啊！重新公开分享，公开分享完之后帮我打七夕情人节快乐啊！七夕情人节快乐，阿祖姐李佩祖，哎，是陈中文又不是。呵，再买，再买，哦，七夕情人节快乐！来，刷整排，七夕情人节快乐！啊，哦，佩华你好，哈，哦，新同学好，啊，哦，李佩竹在不在？啊，哦，李佩竹在不在？如果不在就算了，啊，哦，李佩竹在不在？然后刷整排，七夕情人节快乐！重新公开分享，公开分享到个人的公开页面上面，那，啊，麻烦一下，哎，啊，哦，不然他抽到你，我一律不认哦，哈，哦，来，李佩竹在不在？哎，来来来，宜林你好哈，郑宜林你好哈，来，新同学大家好，李佩竹在是吧？李佩竹，你的那个底座已经开始在做了啊，他有说要两个礼拜工作啊哈，两礼拜后者哈，遐工作出来是手提式的，有那个号称室内体育场的物件，做出来手提式的哈，啊，到时候如果做出来的话，再给各位品尝一下哈，什么叫做翡翠收纳盒，惊死人，有够厉害。哦，啊，外面阮内底有在设计一个路吼，会使互你香打夹路，香花怎么放在内底，怎么可以过路吼，哦？了解了。哦，来，七夕情人节快乐，来，如来吼，来，七夕情人节快乐吼，哦，来，今天七夕了哈，哦，今天七夕了，那，啊，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风很大，雨也很大，还有我都淋湿了，还有全身湿身哈，为了像啊，七夕情人节快乐像啊。七夕情人节啊，庄佑成很在。七夕情人节你要骑哪一个人啊？规天咧骑啊人，骑啊人，骑啊人，无礼无貌，无义无事啊！真正是吼，你上好，你唔惊咧骑啊人的时阵，边啊有人咧看你啊！活春宫真的是来，刷整排七夕情人节快乐！我们要抽奖了，抽奖抽什么？黄金一枚，哈，哦，黄金一枚。然后跟各位说一下啊，哦，这一枚黄金等一下截标线上面哦，电管的一位哈，截标线上第一位哈，得黄金哈，截标线上第一位得黄金哈，来，情人节快乐大如瑞哈，情人节快乐大如瑞哈，啊，不是叶子哦，不是叶子哦，不是叶子哈，哦，没有，还没抽到你，欸，我觉得他们很机车呢，都还没开始抽，他们就一直喊在呢，啊，先帮自己打气是吧，啊？哦，是这样子哦。啊，唔该，给鬼叫病你哈！哎，我的七夕情人节快乐，打卤了啊 ！B B B 啊 ，B B B 啊，来 B B B 啊，来倒数十秒，倒数十秒，七夕情人节快乐，来卤了！倒数十秒，七夕情人节快乐，来卤了！倒数十秒哈，七夕情人节快乐哦，七夕被搞啊哈，七月七号情人节哈，七夕情人节来哦，下一个节黑的标和这黑的线，下节标线哈，下节标线，下节标线。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下节标线，节标线上第一位得黄金，像黑怪是谁？节标线上第一位呢？哦，对啊，新帝王，对啊，来，节标线上第一位，我们恭喜陈永赐诶，他有一个叫新帝王诶，哈，来，新帝王很在，没有很在就没有了，欸，最近新帝王抽到不少好东西哈，真金白银都被你抽完了，那我们靠什么维生啊？你妹嘞，有没有搞错？龟干我来去画银河啊，啊，来，新帝王很在，什么维生卖翡翠啊？你不是卖黄金？对啊，你是卖珠宝，不是卖。你哪有意见？你哪晚餐你们出好了。
哦，吃完了吗？哦，来，哦、有你有分享你来，刷的吧，恭喜恭喜新地旺哦，恭喜新地旺哦，恭喜新地旺，来包鬼。刷整吧，恭喜！刷整吧，恭喜！包鬼，包鬼，包鬼！哈、哦，这个没有包鬼不行。刷整排恭喜，哈、哦，刷整排恭喜，哈、哦。然后来不免俗的，哈、哦，不免俗的，来给各位看一下，哈、哦，这蛋面香好滴，啊、哦，挺好喝哈。手工台，手工台，纯银度18K，手工台，水当当，水盖惊死人的水当当，哦，这样子，这样子一颗。我们记得之前拿去打鉴定书，它出来居然是高冰种，比我说的冰种还要好。来，长度 1.2 啊、哦，宽度的话来到1公分，厚度我很难量，不过当初裸时我们进的时候都有 0.5 公分以上。来，阿呢，来要、哦、开始喽啊、哦，这样子几粒啊、哦，我们来放福利哈、哦，福利标阿呢几粒啊、哦，来开始啊，来零元起标啊、哦，零元起标几多？一口啊，零元起标一刀一口卖好了啊，来零元起标一刀一口，一粒名啊，零元起标一刀一口哈，拍、啊、出来讲是高品种，好我松一下啊，真正是高品种杀了白白啊，来零元起标一刀一口啊，来目前一口，加古文一口啊，一堆人一口哈、啊，来五十哈、啊，一粒万五十口来，别话这剩话这是话这哈，别话这剩话这是话这一百。好多个100块，好多的100块，你们这些人有没有点天良啊、哦？有没有点天良？目前168啊、哦，你们有没有点天良哈、啊？这个物件翡翠高冰种，你都要怕168块，你199哈、哦，199还在199，不要紧不要紧啊！这令无用这令哈，郑雨林200，目前200，雨林大大200。哦，200、300，慧兰姐555，哦，555，目前555就对了，哦，555，哈、哦，555，哈、哦，别话这剩话这是话这，啊、哦，严善友晚上好，哈、哦，晚上好哈，来目前555，哈、哦，目前555，哈、哦，迄、那个听，迄、那个啥，子婷搁倒我用一个一块好，无要紧，你无要紧吼，来无要紧吼，拢规工的600，啊、哦，目前600，目前600，啊、哦，目前600块，目前600块，啊、哦，目前600块，哦，来。哔哔哔啊！倒数十秒，倒数十秒，来，目前600、700、688、688、666、666、666、700、700，高品种的哈，高品种的哈，不好笑，真正高品种哈。来，目前700块，目前700、701啊，王浩义传说中的一口寸哦，来下那个节那个标就做那个线，下那个节标线，现在龟公节标线，现在龟缸的节标线在勒落去哈。来，今天我们来下这节标线，叫做七夕情人节快乐节标线。我靠，好厉害，压秒哎，我天哪、啊！来，黑怪，黑怪啊，拍过来，拍过来啊、哦！天良适合物，这标线天良适合物，你没拍，这可能不错，我喜欢哦。来，慧兰姐999999，七夕999，祝你永远999。来一句话，听我说，999是吧？我只有两颗，真的只有两颗没有了。好、哦，慧兰姐一定有哈。来要的888+1哈，要的888+1，慧兰姐一定有哈，要的888+1。要的888+1哈，拼手速了哈，慧兰姐一定有。如果慧兰姐要两颗，就写888+2，以此类推。好、哦，来要的人888+1，那个慧兰姐加一，赵真怡加一，好啊，无啊，毛毛啊，毛毛啊，赵真怡加一，毛毛啊，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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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老师破音，你不知道我们是那个九天玄女唯一指定姐妹廖丽芬，因在这合作60分，哈、哦，阿你了解了，我们是。就跟你讲，闹钟关起来，你这样会吓到我。你看，我们今天都破音了，这样你开心吗？嗯，啊，我们破音了，你会开心吗？啊、哦，来，啊，什么音啊？破喉咙啊！哦，破喉咙是曹操在叫的，你知道吗？来，第二个飙高音玩兽唱一下，唔通哦，我不是李圣杰，快破音了再拉回来哈、哦。来接啊，看一下第二个兵种哦，打不出兵种不用钱。打不出兵种不用钱，对啊 ，Q 荷兰的师生你哪在？来打不出兵种不用钱，来给各位介绍一下啊，水个咸强，个咸面，个咸厉害。来打不出兵种不用钱啊，来这个长度 4.0 好、哦，长度 4.0 宽度的话来到了 2.7 厚度的话来到了 0.6 好、哦，0.6 公分啊、哦。兵种紫罗兰春彩的，兵种紫罗兰春彩的翡翠，然、哦、后这叫龙如意啊，哎、哦，迄、那个我们不。哦没事啊、哦，来就叫龙如意啊、哦，这个叫龙如意啊、哦，龙头如意身就叫龙如意啊、哦，这个坠子中性啊、哦，男孩子戴、女孩子戴都可以，少男少女戴都可以哈、哦，通通可以。今天来做一档福利标哈、哦，来零元起标，
一刀一口、哦、不用怀疑。零元起标一刀一口买的花蕊、哦、零元起标一刀一口要的喊下去、哦、一分钟就好，零元起标一刀一口要的喊下去、哦、零元起标一刀一口要的喊下去、哦、来两口两口不要紧，给你两口两口溜溜来不要紧不要紧，来目前两口不要紧，你两口你敢用两口我就敢出、哦、来目前两口，目前两块钱，标多少是多少，哈、哦，标多少是多少，99几八，啊、哦，几八真的是很漂亮的啦，啊、哦，有人问我说，为什么看完了我们的翡翠之后，去外面看了就看不上眼？来，目前100块哈，来，目前100块哈，来，为什么看不上眼啊？然后就觉得我们的翡翠好像不是很精致，我很想跟他讲一句，因为我省下了包装的费用，让你们拿到最高 CP 值的东西，安尼了解无？什么叫精致？等一下就可以看到精致哈。来，目前我在200，小兰姐柯兰英七啦，好这200哦，好这小兰，好这200哈，拍谁哈？开调侃你一下嘿。来，目前200211，没跌动力耶，哈、哦，买得到都你的。目前211，目前211，好东西哈，这个是都限量啦，哦，那都限量。完了，有当时啊，规手来造，造出来了春呢，春哎，卖讲春呐，就是讲造了，有的时候会有那么还剩下那么一些，我们就可以反正赚那些盘商的钱，倒不如放光福利给各位哈、哦，来目前话在三四五来开车哈、哦，倒数十秒哈，接标线上最高价者得好、哦，来目前345，目前345哈、哦，来目前345388哈，388啊，目前388还好不是438，我就想点438我就切耳细语，你只讲我们家下面两刀标438，那下那个节那个标就做那个线啊、哦，下那个节那个标就做那个线啊、哦，下节标线啊、哦，下那个节标线。下那个真心不骗节标线好强哦，太强了啦！极速漂移你好，来拍过来，98嘞，好厉害哦，太强了啦！这个真的强啊、哦，这个真的很强。来极速漂移极速漂移晚上好，电管节标线王佩奇98，来佩奇你好，佩奇98颗包鬼，然后听我说，王佩奇一定有。要的人很简单哈、哦，要的人哈，468加一哈，四六发，祝你一路发，一路畅通，一路发，兵种龙如意，一路发哈、哦。来，黄佩奇你好哈，黄佩奇一定有要的468加一，468加一，要的468加一哈，468加一不多，好像五个而已吧？对，五个哈、哦，五个而已哈、哦，黄佩奇一定有哈，来。要的468加一齁，佩奇大大帮我打一下468加一齁，赐你一路发468加一，谢谢齁，468加一来柳米米468加一齁，啊还有王佩奇468加一，以此类推，要两颗的打加二，要三颗打加三齁，要三颗打加三齁，要四颗打加四，以此类推齁，来好，来接下来小兰姐齁、哦、小兰姐出单齁、哦、小兰姐加一齁，小兰姐加一齁，过来好，没关系齁，哪个我468加一个都要共一下齁，来接下来给各位看一下杨太太，杨先生不晓得在不在，意思叫做杨伯渊跟杨太太以及那个叫谁啊，许静怡嘛，还是怡静，许静怡你们三位不晓得在不在，我管你在不在，我就是要炫耀一下，来我睡不啦，有没有漂亮啦、啊、有漂亮打有漂亮啦、啊哦，有漂亮打有漂亮啦、啊，阿内走开啦哈、哦，有没有纯银度18K？我跟你讲哈，我们18K 是多高诶，不是多一种哈，多薄诶，纯银度18K，阿内马鞍戒这样弄起来，连工带料不用怀疑，这种东西哈、哦，我不用开灯就比人家厉害，这种东西还放光的这种东西啊、哦，不用怀疑，你在外面随便看。啊，那几粒唔免背高板，我输在你哈。这个打出来鉴定书还是杨绿冰种，有没有到高冰没把握哈？五岁吧，五岁怕五岁，五岁怕五岁。来，五岁怕五岁哈，有漂亮打有漂亮哈。这个东西哈，杨伯渊的哈，帮他定做，啊，那贵了起来。猜多少钱哈？猜对价格的，我给他一定零哈。猜对价格的，我给他一定零。我送他一定零，好，猜猜多少钱，好，猜猜多少钱，好，
猜对价格的我送他一定赢，好，我价格先写在旁边，好，连工带料呢，很主席用用起来专播我这钱，好，我价格写在旁边，好，用猜的哈，我没有要标，因为这是人家定做的，好，来19996666，叶子说5000，好，叶子说5000，好，1680，那个还要求1680，1680没有呢，10000不是无，唔免几万，8000倍，啊。5899很接近了，5899，5600也很接近了，来快点哈、哦，来，还很接近了，吼、哦，非常的接近了，5899、5600都很接近了，吼、哦，人家是安怎5899跟5600够难的话，要12000哎，我来唬你啊，哇，5700块很接近了，非常非常的接近，哦，非常非常接近，吼、哦，真正啊，我无在你骗，哈、哦，原来在你们心目中这个可以卖破万，好，我以后就卖破万，哦，来。5780还差20块齁 ,5790 也差10块齁，我已经把谜底讲出来了，你还想怎样齁，来鬼刚诶诶，好，庄佑成中了，来拍过来，他第一个打出来的庄佑成，好，来庄佑成喊在，庄佑成喊在，这个连工带料带翡翠齁，来我写在边哀齁，这我不好写到这下齁 ,5800,5800块 ,5800 块，来庄佑成喊在齁，庄佑成5800齁，来品种缅甸翡翠 A 货，恭喜你，一定送你啊！阿内五秀不？阿你问我有没有赚钱？我跟你讲，有赚那么一丢丢，我们有赚就出去哈、哦，有赚就出去一样哈。阿内五岁不？银帽诶，鸡喷喷诶哈，整个是紫罗兰紫色的，紫罗兰紫色，我非常非常的难搞定。为什么？因为我的那个直播是偏白色哈、哦，他们拍出偏白色，品种紫罗兰紫色的阿内五岁不啦？啊，那规矩出来也才那么个5000块啦，规矩啊那个5000呐，哦，啊个一个这个怡静呐，怡静姐姐的，这个嘛高品种诶，伊这个规矩出来嘛才才3000-4000块，您看看有秀无啦，有秀怕有秀啦，不好意思，我的东西够好，可是我很懒得 keep 避当避塞，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耗费很多心思在这上面。与其耗费这些，我专攻我的矿石。可是这些的师傅，银工、黑金工，我全部都有。哦，银工、黑金工，我全部都有。阿内五岁无啦，哦，镶起来的时候就惊为天人。哦，来，这些，哦，来，来，白油喝水，永和喝水。然后呢，我要跟你们讲，有阿那麦多惊。哦，来，有个东西给你们看一下。啊、哦，来，这组有鸟无？这组有没有漂亮？有没有漂亮？有漂亮，打有漂亮。阿内五岁了哈，阿内五岁了。你如果带上场哈，一定是镁光灯的焦点哈，一定是镁光灯的焦点哈。阿内五了哈，这个有漂亮了哈。阿内五岁了哈 ，bling bling 闪闪亮亮了，闪闪亮亮。阿内五岁了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只要这样镶起来，下面应该就是好几个零哈，就是7-8个零，没有到八了，7个零应该有哈，就七有漂亮呢，对不对？现场更好看，正经的哈，这得。冰种洋绿，这个有鉴定书了、哦、这鉴定书都打好了，冰种洋绿的翡翠，冰种洋绿的翡翠、哦、真正有水、哦、来我跟各位说今天我起笑，因为今天有人跟我讲说我这边的东西好像不是很精致，你们做嘛就精致给你看一遍、哦、这样了解吗、哦、来在这边、啊、这样 有漂亮啦、啊、豪华啦，奢华啦、哦、来这女孩子班、哦、这个都它上面的花纹都是有意思的、哦、来第一这个蛋面哈是 1.1、欸、我印象是 1.5 吧，对 ,1.6 公分哦，裸石是 1.6 公分，宽度的话是 1.46 公分，很大一颗，厚度 0.6, 哦，厚度 0.6, 旁边这里全部镶起来，旁边这是八字形，发中带发，如意祥云纹之外，然后中间四颗代表的是什么？事业幸运草哦，就是发发发，你们家全部事业幸运草，全部吉祥如意，无比的幸运哦，平安喜乐全部都在里面哦，就是这个，所以我决定了这一个我们标标看，标得到成。标到成本、哦、标到成本我就出、哦、标到成本都出、哦、这鉴定书都打完了、哦、来很贵哦，零元起标一刀几万没话了、哦、来零元起标一刀几万，没错，事业幸运草又有人和这鼠一样的幸运草、哦、来零元起标一刀几万没话了、哦、有到我成本我就出、哦、因为这个香工你看看香成这个样子，现场更漂亮、哦、现场更漂亮、哦、我来说正经的很流个露水啦、哦、很流个露水，这香工香成这个样子就知道没话讲、哦、来
零元起标几得几班哈、哦？标得到都你的哈、哦，标得到都你的哈、哦。来，零元起标几得几班哈、哦？零元起标几得几班啊？锆石对，锆石哈，纯银镀18K的锆石啊、哦。我如果这个样子，如果要18K 金全部做起来的话，大概要15-16万。哦、啊可是我们用纯银镀 18K 的锆石先让你知道米一样的是这样、啊、你放心你们看不出来是锆石为什么因为就算是钻石在旁边你也看不出来、哦、来包几几班11000收人的对苏联钻没有错为什么要用这样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纯成本在上面厚度的话 0.6 以上厚度 0.6 以上跟各位说光这一颗洋绿蛋面就值钱了、哦、光这一颗就值钱了我只是很难去避人黑如果我全部都是用 18K 金的话我来公平的、哦、只要我炖的成本炖到死我来公正经、哦、完全看不出来是锆石嘛对吧、哦、来11000、哦、目前11000我跟各位讲我是有档的要到我成本 我才会出这个工钱还是要给人家、哦、还是要给人家好事好事星星发光你现在是空虚好事好事星星发光、哦、来厚度零点厚度哦，至少0.6哦，蛋面厚度至少0.6以上，至少0.6哦，至少0.6哦。注意头上面可能高位哈，注意头上面可能高位哈。零元起标几到几班哈、哦，这个东西没话讲啦哈、哦、，bling bling 的啦，真的是 bling bling 的，这个没话讲哈、哦。啊，我们先讲哈，五倍不倍拢无要紧哈，五倍不倍拢无要紧哈。来倒数十秒，人家现在出到11000，出到11000不到我的成本，我是不可能出的，因为。我的工钱要给人家各位啊我的工钱要给人家啊这虽然是纯银上面是 18K 金不过我工钱一定要给人家啊来下节标线啦、啊、下节标线啊一万一不能卖一万一不能卖这个直购价大概要在33000块附近啊直购价33000啊直购价33000直购价33000这个很 very very 的给他 bring bring 啊最好是这样 bling bling 完之后出去外面还可以闪到人家的眼睛啊、哦、这样了解吗、哦、来要不要来看蛋面要的打药、哦、要的打药看看蛋面、哦、不用关系、哦、要看蛋面的打药、哦、要看蛋面的打药、哦、一样那些蛋面你怎么香我都可以帮忙你处理如果要 K 金的要银工金工我都有办法、哦、来要蛋面的要看蛋面的打药、哦、要看蛋面的打药、哦、要的打药、哦、要的打药、哦、来要的打药就对了、哦、要不要要的打药啦、哦、不用担心不用害羞、哦、不用害羞因为本台根本就是无耻之耻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的老板最无耻、哦、他的老板最无耻、哦、来要的打药要的打药来要的打药、哦、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好高啊我看一下、啊、我怎么把它调一调咧、欸、整个手机哦，一宿来拉开来这里把我固定来拉开来拉一宿好可以了 哦这样好多了这样没有那么高嗯好多了好多了好、哦、来 OK 这边两颗啊、哦、两颗全部是蛋面冰种的打不出冰种不用钱冰种蛋面两颗冰种蛋面两颗有看到吧不用怀疑现品比它还要漂亮哦现品比它还要漂亮不用怀疑蛋蛋两颗蛋蛋五岁吧五岁泡五岁五岁泡五岁哦，五岁泡五岁，两颗为什么一起卖？因为你可以做戒指，也可以做耳环。哈、哦，来，这个都是1.1公分哈、哦，另外一个长度也是1.1哦，宽度的话是0.9哈，宽度的话0.9，另外一个长度也是0.9，大概啦，差不多弄底下哦，0.9、0.89。那厚度的话量一下，厚度没办法这样量哦，厚度的话冰种淡淡哦，冰种淡淡哦，厚度的话这个是0.5公分，哎、欸，0.5而已吗？不止吧？看一下。0.5 小姐哦 ,0.6, 哦那这个薄了一咻咻哦这个是 0.45, 来这两颗一次两颗哈一次两颗好、哦、一次两颗冰种的蛋蛋冰种蛋蛋零元起标几得果吧好零元起标几得果吧没话了好、哦、零元起标几得果吧要的喊下去好、哦、零元起标几得果吧好、哦、要的喊下去好、哦、零元起标几得果吧零元起标几得果吧哦，零元起标几德国吧，哦，这个没话讲的，啊、哦，这种质量是没有话讲的，啊、哦，这种质量妥妥的。零元起标几德国吧，倒数十秒，没人理我就下了。666，呵，你哪刚出666，我怎加没？好、哦，来结婚金得，来目前666，目前666，你敢出666，我就敢卖，啊、哦，你敢出666，我就敢卖，啊、哦，南宫健健为，敢出666，我就敢卖，我们讲真话，啊、哦。
666、哦、目前666、哦、目前666敢出666 666真的得标也就你的了、哦、好吧，来目前666目前666 669 669 669 669目前669目前669、哦、目前669目前669、哦、目前669，来这个拿去丢掉、哦、谢谢、哦、来目前669目前669目前669、哦、669还剩多少，20几秒、哦、来目前669 669标的到都你的，标的到都你的、哦、677我要紧，你们两个现在是在打暗号，红哥六哥你们现在是在打暗号，我怎么熊熊看不、啊、来目前677八块你也在加，没关系你算有进步，你这都加一块现在加八块、哦、来目前677 679 679来倒数十秒、哦、倒数十秒你就不要两个人争夺，争夺到后面后来被别人得标我就没得了、哦、来699没关系699、哦、你别我这剩我这几我这我都没有意见、哦、目前699目前699来 BBB 啊、哦、来699、哦、来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七夕情人节标线、哦、下那个节那个标叫七夕情人节标线，下那个要求过七夕情人节标线、哦、来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哦、下节标线你看吧，真的就被人家截了、哦、林大富焦、哦、大富很在截标，真的是截标，真的我们这一标的标局被截了，叫截标、哦、来林大富718 718林大富718林大富很在718块花喜者甘文修出八鬼、哦、来八鬼、哦、来接下来、哦、给你们各位看一下、哦，刚刚那个是绿色大蛋蛋，如果我们用紫色蛋蛋蛋镶上去，不晓得会变成什么事情啊、哦？紫色大蛋蛋啊、哦，紫色大蛋蛋一样，我们通常是这样。当我们标到这个蛋面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弓还可以再瞧啊、哦。这个弓如果瞧出来之后，还可以再瞧哈、哦。来，金价弹跌，来你看一下，如果是这样子哈、哦，来，如果是像这样子，紫色把它镶上去。哦，啊，那款对照就知道了，这紫色镶上去就 OK 了，哦，知道吗？哦，我的意思是说，给你们看板呐、啊，哦，看板呐、啊，哦，紫色镶上去就 OK， 哦，来这个样子，哦，来这颗紫色非常的给它大颗，非常的大，足大丸都丢了，哦，足大丸的都丢了。来长度的话，长度的话是 1.8 公分，那么大一颗，宽度的话是 1.6 超级大颗，哦，厚度的话是 8.8mm 紫色的，确定紫色的、哦、如果拿回家不是紫色的告诉我、哦哦、对就这个颜色不用怀疑，就这个颜色、哦、这个颜色哎呦，用这个垫底出来紫色就出来了，不用怀疑它线品就是这么紫，它线品就这么紫、哦、来做这一颗、哦、试试看、哦、标得到就你的，标得到就你的、哦、很大的一颗，这在外面动不动就是六七位数的，来零元起标一刀三千五百嘞，你给我、啊、来零元起标一刀三千，标偌济算偌济，别个店拢你诶，别个店拢你诶，好不好？来零元起标一刀三千，哈、哦，这个很漂亮，哈、哦，这个真的是你随便拿去设计都可以的，哈、哦，零元起标一刀三千，没人出价我就拿掉，哈、哦，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好、哦，来零元起标一刀三千，零元起标一刀三千块，一刀三千块，哈、哦，来零元起标一刀三千，哈、哦，来。没人理我齁、哦、来3600开车齁、哦、3600开车不要紧，3600你哪可以跌动你的齁、哦、来目前3600。目前3600齁、哦、来目前3600。目前3600块，目前3600块，你哪别的跌动你的咱说正经话，目前3600块，标得到都你的，标得到都你的齁、哦、来目前3600齁、哦、目前3600齁、哦、今天现在是谁，慧兰姐嘛，慧兰姐姐3600块齁、哦、那么大一颗3600块要死了，你们这些没天良的齁、哦、人家没天良的齁、啊、这种东西这水这大粒打我3600。哦，你说我把他们宠坏所以他们变没天良是吧？对呀、啊。可是我觉得我宠的最坏的人是你呢，因为最没天良都把我的东西拿出来乱卖。啊，你真好呢，你送到你艰苦到我，来目前3600块，标得到都你的哈、哦，标我这剩我这是我这，目前3600块，目前3600哈、哦，目前3600哦，玩家的小帮手真正是我咧气死哈，规工规工伫遐，把我乌的物件拢乌出来哈，那咧乌
讲较歹听，咱乌蒙白同款，要规工伫遐乌乌乌乌乌一堆吼，啊，但我真诚都把它揢来偏偏出来，我咧去你个西罗地尔，嘿，来，目前紫色兵种，确定兵种，打不出兵种不用钱，打不出兵种不用钱，好，来，兵种紫罗兰大蛋面，好，兵种紫罗兰大蛋面，来 ，B B B 啊 ，B B B 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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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我要下节标线了，下那个节，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好，目前3700块。哦、目前3700下那个七夕情人怎么回来、啊、今天是什么七夕情人快乐节标线 下天娘四合物节标线我要给你送的来露露哦哇靠一堆人抢标我的天哪来拍过来蛋蛋完蛋蛋完蛋节标线蛋蛋完蛋或者是蛋蛋完蛋、啊、我完全听不懂来目前这是谁啊来慧兰姐姐额3800块来包裹慧兰姐姐3800包鬼慧兰姐相信我买到赚到真的不骗你不是这边咱公平的不是在吹嘘自己的 产品做故意要干嘛不是是真的是买到赚到我们讲句实话、哦、真的是买到赚到、哦、真的是买到赚到、哦、可能今天你的男朋友那些贵妇团还没出现那些贵妇团举例宝儿珍珠他们那有的没出现的话就怕死人那些杀了没必要啊、哦，这一标着实不到我成本，亏了啊、哦！所以我打算不卖蛋了，我们来卖茶叶蛋啊。有点像胡辣。什么呀？有点像胡辣。胡辣是什么？鸡。你两斤，那人查某囡仔要用的啊、哦！你要说是不辣，不是胡辣啊、哦，是不辣啊、哦，不辣假的不辣啊、哦！你光看人家鬼刚来。南边的。南。啊，我们字号讲南否啊？加算了。还是不要讲好了我们自号讲南佛普龙宫喇叭大天尊讲南佛视野来现在这一颗呱呱来踩三角金彩后面兔子哪里有兔子会儿我拿哦这个这是三角金彩、哦、三角金彩撒金粒撒金花三角金彩、哦、撒金花尽、哦、管撒金花有没有冰种没把握应该有啦最少也有冰诺、哦、最少也有冰诺怕一下更好大家看一下这样强光打下去有啦这冰诺这有透的啦啊五桃围啦啊有透的有透感的啊有透感的没问题啊来这个有透感的嗯好这个整只你敢看一下整只都是蛮整只都是好的啊规定了才喝水喝水而且它是有在工作的为什么呢它下面是口口它的爪子在上面那不口口啊那有看到吗它爪子那不口口这样子规架啊手工雕刻手工雕刻三角金蝉啊三角金蝉五行属金的可以用之五行属土属火的都可以用因为它整整带了三个颜色整整带了三个颜色三角金蝉主偏财不管你是投资理财还是怎样都属偏财来长度6公分宽度的话、哦、它有点难量因为它长得有点不规则好吧宽度就随便量宽度5公分宽度5公分厚度的话来到了 4.22 来这个如果得标的我们含底做出、哦、这个五行缺金的就这个啊五行缺金的就这个啊三角金蝉啊它这个是白色的啊、哦、这个是缺金的可以用缺金缺土缺火可以用这个是金蛮好的而且是土金相生土金相生、哦、这矿石很大一颗做定到诶来连元起标一刀一千没话了连元起标一刀一千要的喊下去啊、哦，零元起标一刀1000块，要的喊下去啊、哦！来，零元起标一刀1000啊、哦，零元起标来一刀1000块嘞啊、哦！来，零元起标一刀1000啊、哦！来，目前1000啊、哦，目前1000亏吃啊！来，目前1001，目前1001啊、哦，目前1001啊、哦，目前10011688，目前1688啊、哦，目前1688，怎么知道五行缺什么？哦，第一，你有生命生命看看；第二，啊，不然的话你报上也出生年月日，我加行算看看也是可以。来，目前1688啊，目前1688啊，来，我跟你讲，五行缺什么最缺最多，你知道吗？钱，没错。来，目前2200，目前2200，目前1689来不及了，目前2200，目前2200。口巴亚西你好，三角金蝉多了呗，属金属土的啊，目前2200，目前2200。目前2200块，目前2200块，有去算过命是吧？来，目前2222，不要紧，
剃鸡老二，老二剃，不，听起来怪怪。老二剃鸡哦，2268哦，还有不是2266，我把火你哇，你考过来，我再一点我来下2266哦，公家家好，人性，人性本贱在此表露无遗。口白鸭喜徐董事长晚上好哈、哦，来来倒数十秒哈、哦，倒数十秒哈、哦，倒数十秒，2300，目前2300块。目前2300块，哈，目前2300块。如果要压秒，可以压自己的秒都没有关系，嘿。来，目前2300，这种物件都不要2300，有没有点？算了，反正我们不是人，哈。目下那个钱那个标就做那个线。目前2888，目前2888，这个去各大卖场，只要是卖真货的卖场看一下，随随便便都是好几万的万，哈。来，目前2888，为什么写了一个靠腰嘞？打错。送来拍过来管你的老板不是人截标线、哦、来谁叫你要打错2888、哦、来我跟你讲啦2888我赚太多了不能这样子啦2888现在贪心贼了、哦、我们跟你讲、哦、那个所有人听好啊我们、哦、最多就赚那么 20%、哦、我们不会给你赚太多为什么赚 20% 呢因为我的干妈给你腰洗、哦啊、把20给打趴、哦、这样我就可以养家活口这样我来2888恭喜李正兴李正兴很在，李正兴很在，2888着实太高了哦，哎，每个2888太稀烂了，真正来，李正兴帮我打啊，2600哦，2600块，2388管你的哦，来，那我赚个300块你会死吗？来2300啊，爸爸2600了，够不够？来2600块，李正兴2600块，包鬼啊，2800块啊，你让我赚个，你让我赚个多赚个100多块，你会死是吧？啊，来2600块，包鬼来，恭喜刷整排恭喜，这几粒足顶的，你敢怎样？很沉呢，非常的沉，2600加1，包鬼啊，来，他的袋子哦，他的袋子有点难找，反正你自己处理，好不好？你自己处理啊，来，接下来，这一个我要好好介绍一下。这个我建议做一下底座，如果不做底座，我也会付给你底座，可是是简单的像这样子的。来，福禄寿大三千啊，大三元福禄寿，三星吉利德冠三元的福禄寿，安尼有看到无？啊，重点是每一颗都是冰种，冰种黄翡金玉满堂每一颗哦，都是冰种黄翡金玉满堂哦，五岁吧，五岁怕五岁。啊、哦，五岁发五怕五岁啊、哦，金种不来攻三回，冰种黄翡不是金种，来冰种黄翡金玉满堂，这个非常非常的罕见，而且也聊东西嚼五嚼嚼哦，给各位看一下哦，越沉钱吃越多，真的漂亮五岁吧，真的啊，你看规矩东西哈，打不出冰种的不用钱，我说真的哦，鉴定书打不出冰种不用钱，三个神仙对叫福禄寿哦，多三生呢、啊。难怪躲三生呢、啊哦、来来三个神仙福禄寿、哦、这个是寿星宫寿、哦、星宫一次一组同一颗料子出来的、哦、同一颗料子出来的不拆卖、哦、没卖不拆卖、哦、不拆卖、哦、这个是天官天官赐福的天官、哦、手持玉如意、哦、手持玉如意、哦、跟 Coco、哦、天官赐福的天官手持玉如意跟金元宝整颗金色的这一组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的给他喜欢、哦、福禄寿禄星代表官位爵位、哦、跟财星、哦、来福禄寿来看一下、哦、旁边再来抱一个红颜、哦、旁边再来抱一个红颜有够高水、哦、在这、哦、福禄寿标准金玉满堂冰种的来我拿一个当神布禄、哦、来长度 3.9 宽度来到了1.86 186、哦、厚度来到了 8.8 哦这个厚度漂亮 8.8 哦听了就很爽 8.8 8.8 8.8 冰种打不出冰种不用钱对确定冰种 1% 是冰种 1% 冰种打不出冰种不用钱、哦、来人员起标一多一次三尊哈三尊不拆卖不拆卖这种东西你去外面找不到、哦、你如果是青菜来看看他一尊才在开开在背高门一头和这40万、哦、来人员起标一多一千美好嘞，好、哦、来给老人家添寿行吗？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行？老人家当然可以添寿哈、哦，来这没有问题的，好、哦、来人员起标一，不是不是不是包一个，你两斤啦，抱阿妹是你啦，来人员起标一多一千哈、哦，一捆头三尊，三尊打不出兵种不用钱哈、哦，来目前1188回家，目前1188，目前1188哈、哦，来目前1188哈、哦，来。
1180哦，目前1180哦，看错了，不好意思，目前1180哈、哦，来，目前1180，我先说哦，我还再说一次，这个真的罕见哈、哦，因为一次三组同材同料，全部都港籍代料摘出来，真的很厉害啊、哦，目前2000，目前2000，这个拿到之后哈、哦，麻烦一下天公庙大三仙。天公管的去天公庙给他过炉过一过，添财添会修个添福气，添财添福又添寿，来目前2000块，目前2000块，要去普炉过铺，你又要我帮你过炉了，好啦，可以啦可以啦，黄金龙3000，黄金龙3000，黄金龙3000，龙哥3000，黄金龙3000，好，你让我龙哥睡醒了，应该吃饱了，来黄金龙3000，我跟你讲哈，现品会更漂亮，现品非常的精致，非常非常精致，不骗你。柳咪咪几班？柳咪咪喊在几班？3200来不及了，10000哈、哦。本台的规矩，先打10000上来，我可以先报价。好多人打10000，梁雍中几班？我恨不得有两组，为什么？因为这样两个都可以卖啊。问题是我只有一组。来，柳咪咪喊在，很贵哦，这个很贵哦。我报价，如果你听到价格不爽，可以不要付，就过了没关系。很贵哦。照理来讲要到4000啦、啊、不过就很讨厌事。来 ,3988+1, 要的一组哦 ,3988+1, 哦就只有一组，柳咪咪有优先权，除非他先说过哦，来要的 ,3988+1, 有水无啦，安内3988啦，我的妈哦，安内3988啦，不是人民币是台币哈 ,3988, 你买到要送给刘总裁。好多人写10000啊，对啊，你看嘛 ,398, 不是柳咪咪先的齁，谁先喊10000谁先涨停齁，来。柳咪咪，如果你不写就没有啦，恭喜咪咪姐齁 ,800, 还有800的咧，来不及了啦，咪咪姐 ,3988, 爆鬼来恭喜咪咪姐，真正是来，有没有吓到，有没有跌破眼镜，怎么会那么便宜，不好意思，本台就是这样，假货赔十倍，假货赔十倍。工厂指引不是乱写啊，工厂指引绝对不是乱写哈。来，小帮手哈，这个雕得很细哦，这三个分别装在三个不同的袋子啊，用那个橡皮筋捆在一起啊，因为它雕得真的很细，卖得弄嗨啊，卖得弄嗨。安尼，来恭喜恭喜发财啊！来这个100组假货是吧？想要买假货吗？想要买假货吗？我不要，因为等一下我要赔钱，我假一赔死你，开玩笑。你们真的想买假货？可是我现场还真的找不到假货耶，我假货在哪里啊？我好难找假货，我们有现场有假货吗？老大，买个醋酸回来就有。醋你头啦，醋酸啦，去退货是吧？假货，我现场还真的没有假货耶。想要买假的是吧？陈浪的是吧？假货在梁雍中。啊，假货在梁雍中那边是吧？我们当初好像赔了他多少？2000还是3000呢、啊？来，接下来哦。来，交在刘董家，送给我爹娘，好好好，送给你爹娘，拿去天公庙跪会哈。好，来，接下来哈、哦，接下来哦，这一颗很漂亮啊，之后非常的有价值，然后雕得很有意境，再来就是它的料子真的漂亮，真的是非常的搞宅。来，这一颗花开见佛哈、哦，花开见佛哈、哦，这一颗叫做花开见佛哈。哦花开，这个上面这一位是谁、哦、不是别人，也不是大日如来，他叫阿弥陀佛、哦、你拿码表说天然翡翠就好了，那假的5000买，你冷静、哦、你想买 B 货是吧？你冷静、哦、我这边还真的没假货，好可怕，我忽然间生不出假货来、哦、好吧，等一下再来玩吧、哦、来这个花开现佛、哦、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这一位是传说中的阿弥陀佛、哦、花开见佛、嗯，花开见佛使得平安喜乐、哦、花开见佛使得 平安喜乐，然后后面又是天然的，你看哦，这就是天然的天然的山水、哦、天然的山水纹，有没有，这是一刀切，看得出来、哦、它是一刀切，没有纹裂的一刀切，只是它天然的山水纹，有没有，天然的啦、啊、天然的啊，后来好玩的它上面这里还有一个、哦、观音侧向图，有没有，这还有一个观音的图腾，这是夺天地之造化，观音的图腾，这我不是我后面讲的啊，你台中看得到上面山头顶冠站了个观音、哦、旁边是满满的云海，非常的有意境，花开现佛使得富贵平安喜乐，来给你看一下什么叫雕工，来这个佛祖顶冠的色听这个下礼柱这个雕，那真的是法设计雕的非常的完美，我们只能用完美、哦、
迄、那个庄耀成七月时啊，你刚要拍迄个话，我就叫去恁家五家找你吼，规工的吼、哦，来这一个吼、哦，这个是花吼、哦，花开富贵的花吼、哦，花开见佛，使得平安喜乐。这个本体恒子啊，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它还是个玉妖嘞啊、哦，会变色，很会变，非常的给它会变。来，长度699，宽度来到了，关什么事？宽度来到了 3.07 3.07 厚度来到了 1.0 10.7 满身云雾紫圆身上十三中没错、哦、那上面有没有、嗯、这里啊这不是有一个观音 站在这个地方吗对啊很明显啊、哦、这是夺天地之造化这个会变色的欧北本变高如上唱、欸、来这一颗、哦、给各位看一下有没有纹裂、哦、一定要打灯看一下啊、哦，来看一下，无纹无裂，哈、哦，均一性，均一 type， 假货赔十倍，假货赔十倍，哈、哦，来，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哈、哦，一刀一千，拍水妥妥结阳功，哈、哦，来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哈、哦，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哈、哦，十开始的十，哈、哦，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哈、哦，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哈、哦，来目前1000块亏钱，哈、哦，预邀哈、哦，目前1000块亏钱，哈、哦。目前1000块、哦、1000块我就在开车、哦、来老师教的好对所以您老师的墓上面的草比你高、哦、来目前1000、哦、来目前1000块目前1000块别多少剩多少是多少目前1000块标的大都你的、哦、来目前1000、哦、来 花开见佛、哦、花开见佛使得平安喜乐、哦、来恭喜得标你如果真的钱得标也是、哦、来目前1000块目前1000块、哦、你不要学其他人、哦、后面慢慢加后面被人家截标、哦、来目前1000还剩30、欸欸、还剩20秒、哦、还剩20秒、哦、来还剩20秒什么啦、哦、还剩20秒、哦、来目前还剩20秒、哦、目前还剩20秒、哦、来1680、哦、1680、哦、目前1680、哦、这一颗是真的会变色、哦、不要我没有骗你、哦、这颗是玉妖夺天地之造化哦，这是真的是夺天地之造化的。好、哦，来1680，目前小兰姐姐1680窗户的几扇？窗户的是什么东西？看不懂。好、哦，来目前1680，哈、哦，目前1680，您那唐安门叫破呢？啊不，红太姐破上面唐安门。来，欸、目前2222，老二 T 机，目前老二 T 机，哈、哦，目前老二 T 机，然后来2222四个二，你这个金人1587闯祸了哦。来目前金贝贝2222来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七系结标线下那个七系结标线花开见佛、哦、玉妖七系结标线来金贝贝喊在、哦、金贝贝喊在金贝贝您在不在啊金贝贝金贝贝金贝贝你不理我金贝贝、嗯啊、不理我就不要给你我就不卖了，呜的喝，来2222 T G 老二包鬼来，金贝贝打 T G 老二加一，哈 T G 老二加一，来金贝贝打 T G 老二加一，来包鬼，哈金贝贝打 T G 老二加一，哈来包鬼，这个袋子坏了，我们换一个，好来来 T G 老二加一，眼睛闭闭不要看，嘿 T G 老二加一，老二都会 T G， 哈来接下来，哦接下来给你们看个。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吧反正都拿出来了既然都拿出来了就拿来卖一卖嘛管他妈妈嫁给谁、哦、喂金贝贝啊你未满18岁傻在欧北讲那个报警有人十八岁傻在欧北讲话、哦、来送少年法庭感化院来接下来龙、哦、牌王爷有说养龙两年从今天开始养起养龙两年撑你20年、哦、养龙两年怎么养我再说一次啊、哦！大年大节去到天公庙，搭过路过过，不管是天公生还是天官赐福，哈、哦，元宵拢无要紧，过路过过连续过两年，哈、哦，有歹无啦，有歹无啦，这是黄带绿啦，哈、哦，黄带绿的啦，来有歹无，有歹怕有歹，啊、哦，这不会连有歹无，哈、哦，帮他洗澡，为什么帮他洗澡？哈、哦，来，接下这条龙，兵种黄翡带绿色，哈、哦，兵种黄翡带绿色，来看一下。边种黄匪上啊抢龙对啊我跟你讲龙牌剩的不多、哦、真的剩的不多、哦、边种黄匪、哦、有水吗、哦、我们的这个都经得起你拿显微镜来看40倍放大镜
来按下去。这尾龙有歹无？哎呦，这龙旁边还有浮红匪。哦，这尾龙有在做代志，有在咬小鬼。哦，来，有看看哦，这条龙哦，漂亮哦，有水无？龙爪龙身，无一不周，无一不全，一应俱全。对，这兵种的确定兵种，打不出兵种不用钱。我再重申一次，鉴定书没有打出兵种来不用钱。好、哦，来看后面，哎呦，哦，这块鸟仔袂歹，这块鸟仔开始水哦，确定漂亮，还撒朱砂点红匪，哎呦，真的呢，刚才没有撒红匪呢，现在才撒出来，哎，真的呢，红匪朱砂点呢，袂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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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来这一颗哦，兵种黄龙。边种黄龙四爪哦，四爪龙哈、哦，来长度 6.8 哦，尾巴一接手，来长度 6.8 宽度4公分，厚度最厚地方 1.1 龙珠的地方哈、哦，平均厚度大概是1公分。来这颗很漂亮，非常非常漂亮，标准洁阳宫四爪龙哦，来人员起标一刀一千，没有话了，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哈、哦，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几分钟就好。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哈，一分钟就好哈，来一分钟就好，来小威一千哈，一千一千的来开车哈，一千开车哈，一千开车，装右层冷清，装右层冷清哈，老坑确定老坑，10%老坑，这种颜色不是老坑，不然什么是老坑？确定是老坑哈，黄色系，砸掉。黄色系的老坑的兵种不多，咱讲正经话，老坑黄色兵种的真的不多。确定兵种，不是兵种不用钱哦，确定兵种哦，打灯就知道了啦。预算超出了什么东西啦？现在才1000块而已，预算超出很多个1000呢哦，2000哦，专用是装右层2000块，你看啊，我大家拢知我这个手机要没电啊哦，你看嘛，安尼就头啊，这不是兵种卖啥哦，而且很漂亮，零钱哦。预算超出了哦，来这边哦，这颗还会再变色啦，你放心啦，这颗还会再变啦，因为它居然撒朱砂点，代表它后面整颗会喷红点哦，会喷红点，真的很漂亮耶。好、哦，来，没有零用钱，你都自己赚啦、啊、你都发给我零用钱了，你还没零用钱？来，目前2001，目前2001，来倒数10秒，标多少是多少，回去啊、哦，标多少是多少，倒数10秒，好、哦，来。王世勋2388，目前2388，好，目前2388 ，B B B 啊 ，B B B 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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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王世勋、寇世勋，目前2388哈，来，要开始啦，下那个节，下那个七夕情人节节标线，哈，下七夕情人节节标线，哎，这颗料材真的不错，那个颜色够浓够艳，标准老坑，哦，标准老坑，来拍过来，哎，不用拍，哦，没有人跟他结。哦，手串爱不释手节标线，我、哦、做到了，你手串很漂亮了，来拍过来拍过来，还没糊啊，还加一颗，还拢没糊啊，还拢没糊啊，还加一颗两颗拢没糊啊，还拢没糊啊，哦，寇世勋爸爸，王世勋很在，寇世勋是老一辈的演员，哎，我们知道寇世勋的代表我们老了啊、哦，来加王世勋2388包鬼来，王世勋很在2388着实。哎、欸，赚不到100块，好了，随便的，来包鬼，包鬼，包鬼，好，来2388包鬼，来2388包鬼，好，来2388包鬼，好，你的龙跟关公还在老师家，等你领了钱再拿，我要给你倒倒来，逗逗我来，哈，逗逗我来，来，接下来这一条龙属金属水的可以用，属金跟正属金属木的可以用，属金属木的可以用之，这条龙一样兵种的。冰种的哦，带点蓝水哦，来属金哦，属金属那个属木的都可以用来看一下这条龙漂亮哦，很多给它漂亮哦，打个光给各位求一求哦，有无？有清气无？无痕无裂无杂点，无痕无裂无杂点，这个龙漂亮哦，这个龙的神韵美，真正是有水，咱讲正经话，无痕无裂无杂点哦，后面。跳跳跳，两倍跳跳跳，后代都比前辈高哦，后代都比前代高哦，来后代都比前代高，很多寓意哦，给各位看一下，求一求这条龙阿内鲁来有没有看到五岁了，厉害哈、哦，而且你看哦，它的料子是放光的哦，龙的鳞片、龙的鼻子那些你会发现都在放光哦，哦，弄八弄平光哈，来这个牙齿雕的漂亮哦，这有塞出去，为什么有这有塞出去？雕的够力哦，雕了够来哦，真正水哦，真哎呦，它有带黄哦，
哎呦，我刚才没看到哎、欸，嗯，来，再带，哎呦，有带黄带绿呢，吼，又是一个皇家绿，皇家绿，阿呢，又带黄带绿哦，来看背面，哦，看背面的阿呢，一刀切的这种，所以哈，哦，这一刀切的很漂亮，因为没有漂亮，哦，不会进货，哦，来，长度 7.2， 很大颗哦，长度 7.2， 宽度的话是 4.2， 厚度的话，最厚的地方来到了1.3， 好，平均厚度的话大概是1公分到 1.1 之间，好，来1公分到 1.1， 来这尊齁几爪龙哦，诶问人啊，摩嗨八蹦四爪，摩嗨八蹦四爪龙，来我跟你说，各位说这一颗有看到它雕工齁，雕工一定要给人家齁，一定要给人家，不到雕工不放齁，来我亏钱没关系齁，亏一丢丢没关系，可是那个雕工要给人家，因为雕工不是我赚走，那是要给人家钱。好，来，零元起标一刀一千，零元起标一刀一千，哦，零元起标一刀一千，哦，零元起标一刀一千，哦，半更，对，没错，半更，哦，属金属水可用之，零元起标一刀一千，哈，哦，专要成一千啊一万，哦，一千，哦，来，目前一千块，目前一千块开车，哦，讲一千块，一千块开车。目前一千块，一千块开车，哦，一千块开车，欸，这一颗要不要我？欸，这颗我很喜欢呢，欸，这颗我很喜欢呢，你确定要不要我这一颗？啊，这颗我非常非常喜欢呢。好，哦，来好来好来，你讲好就好。来，目前两千，目前两千，哦，目前两千块，一千啊，一万呢？哦，你要一万是吧？一万的包鬼啊！来，目前两千块，小兰姐两千，目前两千块，目前两千块，哈，哦，目前两千块。好，目前两千块，目前两千块，标多少是多少，等一下有玉妖专场我跟你讲，因为来了一批还真的蛮漂亮的玉妖，真叫我厉害，来，目前两千，目前两千，小兰姐两千，小兰姐两千，这一颗拿到会开心哦，会香哦，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一颗的质地真的很好，可是在荧光幕面前我真的很难呈现，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显白色，很讨厌哦，来，目前两千块，标多少是多少哦，两千工钱可以给人家了哦，来，目前两千块哦，养龙两年他撑你二十年哦，阿龙哦，目前两千块，目前两千块，小兰姐姐两千，来，目前两千，目前两千，来 BBB 啊 BBB 啊 BBBBB 啊，来下那个姐哦，目前两千哈，下那个姐，那个标叫做那个线，像那个节标线，像那个 gap 线，雾面底就会显色，会吗？雾面底这个吗？雾面底会显色吗？哎，真的呢，雾面底会显色呢。对，它就长这样，漂亮哈。来，现在两千块，下节标线哈，下节标线。来，小兰姐姐很在，小兰姐很在，小兰姐很在，小兰姐很在。阿龙，阿龙，我笑死哦。小兰姐姐很在哦，小兰姐很在。哦，小兰两千加一，包鬼，小兰说了算哈，哦，小兰说两千加一，包鬼哈，柯兰要付钱了哈，柯兰哦，这第一件要被编，不后悔，不后悔，啊，你不后悔，我就跟你拼了，来这一颗，这一颗有漂亮哈，龙土如意花，又叫龙如意哦，龙土如意花又叫龙如意，整颗紫色的哦，整颗紫色的。哦，紫色的 Cowboy， 重点是它会变色，你妹，所以我一直问他说他是不是真的要卖哦，这个还会变色哦，会变色的阿龙，我自己收了一只哦，会变色，你看哦，在上面这里黄匪开始在跑了，刚刚还没有，你自己看哦，黄匪开始在跑了，有没有？黄匪开始在跑了哦，不会溜 QQQ， 后代都比前辈高，后代比前辈高，对，没错，这阿妖啊，没有错啊，这是爪龙啊，哦，怎么看呢？猫。嗨八蹦哦，四爪龙哦，四爪龙哦，看到我指甲崩掉就知道我今天又帮人家上罪头了，上到崩掉了。来加哦，你看它的雕工一层一层，光这个龙头，你俩干姐，光这个龙头一层一层下去三四层，接边软细狗纹，包含一家一透注也加哦，包含它吐水这边，龙如意，龙土如意花，进财如意，万事都如意哦，进财如意，万事如意哦，这颗很厚财哦，长度。6.5 哦，宽度的话，等一下，宽度的话来到了 4.2， 厚度的话来到了 1.68 哦， 1.68 哦，来看看好，我这个还会再跑色，紫色、绿色、紫色、绿色、黄色，
三个颜色在跑哦，这个是三个颜色在跑，这没话讲哦，超级赛亚龙差不多哦，这是阿龙，来这一颗四爪啦，不是五爪啦，四爪龙，好、哦、来，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啊，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啊、哦，如果你买到之后想要当把剑，跟我讲一下，我把你绑中国结绑起来哈、哦，你就可以当把剑了哈、哦，来人员起标一刀一千哦，这一颗是传说中的阿龙，是吧？传说中的阿妖。哦，这颗是阿妖，确定是阿妖，不是阿妖不用钱哦。回去不会变色，拿回来退给我哈、哦。来，目前1500块，确定是阿妖，好、哦，确定是阿妖哈、哦。这个是我们小帮手自己，因为我原本想要留给他，他自己说要拿出来标了，然、啊、后他说宵夜他请客，哦耶，好、哦、来，目前1568，目前1568，目前1568，1568阿龙哈。哦龙哥，哎，等等等等，刘董，我们两个有默契。来，赖伟全1555北湖啊，小兰姐2000哈、哦，目前2000块，目前2000块哈、哦，目前2000块，这颗确定阿妖哈，这个是小帮手说要标的哈、哦，不然我原本想留给他。2222，老二又 T 机了，哦，来，目前老二 T 机，哦，目前老二 T 机，目前老二 T 机，哈、哦，目前老二 T 机，哦，老二又 T 机了，好、哦，目前老二 T 机，我打个灯看看，嗯。有啦，有比较显色一点点。来，目前老二 T 一2268哈，2268哈，目前2268，小兰姐2600哈，目前2600哈，目前2600块哦，2266落在哈，一点够拿下2266，规工诶，刚刚那样哩哩啦啦一样样。来，目前2600哈，小兰姐2600哈，每次好黑一种软件拢可以。来，目前2688，赖伟全2688，哈，2688，嗯。目前2688哈，目前2688，来 BBB 啊 BBB 啊，确定会变色哦，这很好玩哦，确定会变色，10000变色，来2688，来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下那个结，那个标叫做那个线，下那个结标线，下那个龟公结标线，七夕情人节快乐结标线，赖伟全2688哈，来赖伟全2688哈，来。结标线上赖伟全，好来，赖伟全很在，赖伟全很在，哦，赖伟全很在。金贝贝，你的3333太慢了，赖伟全很在，哦，规定就是规定，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多卖人家一些些，哦，来，赖伟全2688爆鬼，哦，赚的不多啊，2688爆鬼，好、哦、来，赚的不多啊，2688爆鬼，啊、哦，来爆鬼。那、啊、你确定这颗也要吃哦？这颗很可怕呢。这颗你确定也要吃哦？这颗是约翰南农呢。这颗是，哎呦喂，夭壽哦，糟糕呢，老坑南农。哎呦，这颗老坑的呢，那么老坑哈、哦，给大家看一下啊、哦。来，